叶总还是蛮漂亮，这就是法仔哥的衣服啊，还有一套在这里没有人穿，一两套吧，这边还有一两套，还有没收到的。怎么了？你啥病人啊？巴西上个才艺，唱个歌，巴西，唱个中文歌。发起流水可以啊，我们这个绝没有很大声音的外放，我们不是都是用这个无线监听耳机吗？我也没这边没有什么大的打赏啊。李子王子，其实刚才的白衣服很好，就加一条白丝巾。他有时候他也不听我们的意见，我说这个刚才那件衣服也可以啊，他说不漂亮，他换了法子哥的衣服。
泥沙这圆圈几乎观音菩萨了。你指王子吧，叫弄你，那你可敢观音菩萨了，不食人间烟火。不食人间烟火。可敢菩萨哟。浪发呀啊，女神。他们这个喇叭语里面有个女神，我说他什么意思吗？我是女神，天上的。浪发，下面浪发。我说你是女神。嗯啊，他说啊，他说这个男神是哪个？这么男神是哪个？男方名牌？男方。嗯。他说男神是东西哥哥。欢迎新来的朋友，前排左妮莎，右拜西。拜西今天穿上法仔哥这个衣服，也成了青春美少女了。嗯，还有个菩萨内内那天，前排左泥沙右拜西，后面左蝴蝶右胖 A， 恭喜相逢哥啊！谢谢相逢哥，身后的背景稍加点缀。我们这个背景是个窗帘，这个窗帘没办法点缀啊。如果是个平面的还是可以点缀。这窗帘它你看它这个有，它这个是个软的，首先是个软的，然后它不是一个平面的。法子兄弟，你儿子多大了吗？你儿子跟胖爷是不是同龄的吗？那胖爷那个是爽，那个胖爷要是有这个福气，那个太爽了。胖爷胖爷怎么了？法子兄弟，你儿子才9岁啊！法子兄弟吧，要胖爷等他儿子几年？法子兄弟吧，胖爷他露塞法子哥，不是法仔哥，法子兄弟，嗯，快谈吧，露塞法子哥加比了，那么高逼。法子兄弟，胖爷说等他长大了，他老了，如果他等着他还要的话，他在等他，等你儿子。欢迎皇冠，谢谢皇冠的关注。你指望这窗帘可以加 LED 灯线啊，与圣诞节树的灯饰。德行哥哥眼神不一样，是易经大师般的观察。四个大懂了，你可能好久没来了，我们拿走一段时间的啊。窗帘的装饰，请妹子们想想如何装饰。你是王子吧？我等你边两边两等啊，我等你不高嘛。黑灯慢呀，那我黑鸟的灯啊，躺着吧，掉这不通过黑鸟的灯啊，关。啊，是慢呀。他们是除了那个买新的窗帘布。谢谢乐哥的啤酒。他们对这个窗帘布也没有太好的建议啊，他们说只是重新买窗帘布。
春天买窗帘布 也不便宜啊、哦。啊，拜星安排个才艺吧，拜星。欢迎黑牌 ，OK。我跟李莎没有任何关系啊，我希望她能够做我的小妹妹啊。她李莎是我们直播间最漂亮的一个，但是我没有跟她开过任何一句玩笑。他们家美女天天都多。哎，你们那边是、啊？他们家票也多啊。美女多，票不就多吗？金哥还没回去、啊。没有啊。哎，怎么了？还是和以前一样嘛，就是输了4321，1-2打3-4吧。人家开的。人家开得起房车咋的了嘛，我就不愿意开房车。嗯，对，杨美丽，我就是愿意起一个踏板咋的了，我特嫌我特可以了吧，直接就可以了吧，可以了可以了。哦，开始了嘛。嗯，可以开始了，我开了开始了、嗯、已经开始了，不要再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嗯，好，这个不要弄了、嗯、已经开始了，没有机会了、嗯、我那就闭麦了，那就闭麦了，这样还可以有个加成，得闭麦了啊、哦，对，这样还可以上个加成，要不然的话连个加成都没有。这是。喂，聊好真快。那个帮你看。是他们点的，李主王这都是他们点的，他们找的。欢迎老哥，谢谢老哥的人气票。
谢谢老哥，感谢老哥，谢谢。谢谢五哥，感谢五哥，谢谢，谢谢二位大哥的小心心，谢谢。家人们，中手一把，大哥们，发发手手就一波。杨美丽收到了爱的首付了，我们有没有直播间？有没有老婆大哥给胖爷一个爱的首付？家人们，我们发发草草支持一下，让大哥休息一下。谢谢魏王哥，感谢魏王哥，谢谢。海念怒心老绿绿风风，咪咪哦哦，做海念怒心天咪咪哦哦。都家才知道喏，都是老心老心。谢谢魏大哥的小星星，谢谢。老心贝，都找能知道不？谢谢五哥的小星星，谢谢。你那姐哥们走。你那几个么招？你找大方你心里，父母要到他到背，背背都顶够背的。昨夜走马路弄的，昨夜拉萨走马背，这老我容易没念真。找阿老的不是道是背是假是真，让你那爱了顶都先天离远的。你找大方你去说，古有女风爱风波，找女郎的古大脚。谢谢魏王哥，感谢魏王哥，谢谢。都得有你这大半年辛苦，姑娘爹不舍你倒，有你老黑八点老，找俺老的不是真心倒，让你那姐跟忙着，让你那姑跟忙着。我们王雨兰拿出他们的实力来了，跟着跳舞，他们跳的水平不错啊。让你那姑跟忙着，都给我，都给俺姑拿几多。姑那拉正路，姑妈连铁路，把那鸡鸭打到嫩，好路干都去正出门道。这女娘我知我爱，怎么找得着？怎么能接受？绕绕那绕个东窗，跟姐姐那。欢迎云君君哥，云君君哥你好。要告我短刀呢，把这药帮子呀，领得老姑应该，左右你念不得，又来又只能拿，啥个肉一杀啦，咩你往来越崩天。谢谢魏王哥，感谢魏王哥，谢谢。要点米我自己，绿奴也包揽钱，这家伙又冷面，哎哈都弄小姐，这里莫你肉片，肉片肉片肉片。家人们帮忙关家神。只打有我这女子，这里没女飞天。到处处啊，古有多的国王，古还有这多都去老路。到开幕搞古路能闹，好茶滚动地。要搞我。
tuần đâu nè ba chị yo bóng xưa dạ liền tử lọ cú dân cả chuối yo đi nè bỏ đá dù lọi yo tí nâng ná xa cỏ nhóc y xa la mẹ nhỏ lại yo bóng nha liền tử lọ dân cả kìa Các em ơi, mà bà xào xào支持一下让咱们的独行各大哥休息一下lửa nu yên bao lòi chìa chạy cả hơi dùng lưng nè家人们，用手一把，都放着手就一波。谢谢上峰哥，感谢上峰哥，谢谢。谢谢银客哥，感谢银客哥，谢谢。谢谢祝生哥，感谢祝生哥，谢谢。谢谢吴哥，感谢吴哥，谢谢。家人们。神中就是可以翻倍谢谢903哥感谢903哥谢谢谢谢老哥感谢老哥谢谢欢迎一妹哥一妹哥你好感谢一妹哥谢谢谢谢一妹哥的一号谢谢谢谢一妹哥谢谢谢谢一面哥一拿上那个大礼物感谢一面哥家人们感谢一波一面哥谢谢一面哥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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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一面哥感谢一面哥谢谢谢谢吴哥感谢吴哥谢谢谢谢魏王哥感谢魏王哥谢谢谢谢老哥感谢老哥谢谢谢谢烟哥感谢烟哥谢谢感谢各位大哥多么的支持谢谢感谢各位大哥感谢一面哥一面哥一拿一个萝卜一下子就是让他们偷都没办法偷除了家人罚偷谢谢家人们谢谢各位谢谢一面哥谢谢各位大哥谢谢各位刷小星星的家人们谢谢各位点赞的家人们我一并感谢你们你杨美丽七个我十七个对吧你七个我十七个对吧好等一下给一面哥表演个茶舞 OK 正远的你花我跳吧我正在腿疼腿疼废品哥打了一个女的打了四百个天没看你就七个杨美丽你就七个哦看着跳是吧我以为你要跳舞呢哦八个了多了一个送给静哥了啊多了天啊废品哥打了一个女的四百个开火跳他这么狠好了辛苦了你们打哎杨美丽你打四百个开火跳是打多少票打出四百个开火跳我不知道他们说另外一个的打了打嗯那个跟票多少没关系啊嗯嗯好他打多少票他输了四百个开火跳也得做好我去了安然我去了啊你跟他们聊 OK OK 那拜拜各位兄弟好拜拜拜拜一面哥一面哥刷完底我走了一面哥走了
谢谢一面哥，谢谢各位大哥，感谢你们。怎么了？他们是做体力，做蹲起，做开合跳。说了怎么不放偏呀？蹲起个带呢？怎么样？一面大哥，神龙见首不见尾。哎，你啥去拿了个本子啊？你啥本子是画的什么？看拿了什么东西？快看。画了图吗？我看看，奋斗。有没有画什么新的东西啊？哎，看，那这个直播间大家人们大哥们看看。你不要太兴奋了吧？好像我记得。丽莎她说过她要给多星客大哥发点东西，她有点美术功底啊，随便发点风景，家人们看一看，大哥们看丽莎发的怎么样。还蛮漂亮的，我感觉蛮漂亮的。这个是有一个人在船上钓鱼，这边有个月亮，有个两棵树，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是晚上一个猫头鹰，一个月亮，还有几只蝙蝠，一棵树。还写了个名字，丽莎，1月13日2023。家人们品评一下，高一点，怂嫩嫩。啊，首先看一下丽莎的美术图啊，她的素描 ，OK， 蛮漂亮的。看了，这好漂亮，他也这个也好像是写了个丽莎，写了个丽莎。文明没有了。看看你写的字了，看你傻写的字，你们真的认不出来这个老挝字。OK。画的挺好的。是法子大哥提供的衣服，对，一面。老哥拜喜，今天晚上以服装搭配的好，我说他穿起这个衣服来就是青春美少女了。老哥吧叫茉莉，老哥说你今天的衣服好漂亮。衣服发仔哥漂亮，对。是他们老挝语，它就是跟我们中国有的语序、有的次序是相反的。老挝语就是说衣服法仔哥漂亮，我们中文就是法仔哥的买的衣服漂亮，就是不一样。然后就是说，像老挝语就是说，我的妈妈就是说妈妈我，我们中文就是我的妈妈。它有一些地方是次序是不一样的，反过来的。140，阿广又白又帅，我要是又白又帅，我还打光棍吗？我就不是光棍了，兄弟，我就不会那么苦逼了。阿广每天直播间夸拜喜是吧？都夸丽莎 ，OK， 丽莎是我们的重点培养妹子啊。所以我一直是，就算直播间有的人说，哎，丽莎才艺不够好，但是我一直是把她作为重用丽莎，因为有可能就是她陪我们走到最后，走到最长远就是她了。丽莎问我说什么？好吧。
丽莎跳个舞好不好？但一个人跳个舞。今天个你女儿叫丽莎，你女儿也有美术天赋是吗？天天兄弟。阿广刚才说的深以为然 ，OK。丽莎她最起码不会这么早嫁人，我看她这个，她这个，状况。所以我也是力排众议重用丽莎，就是这个原因。她家里又是中国，她有中国元素，她知道感恩她家里。他家里大人接物啊，处事跟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哦，晴天兄弟美术生啊，厉害。你咋的扇子？他扇子可能，他把扇子可能。可能你弄丢了也不一定。我对你太想念。明年吧。他的扇子舞好看，我下次还是要弄几把扇子了。谢谢老哥的亲吻。笑就可以了，是吧？这个涉及到这个魏峰哥你好，当日拜喜不辞，不在此祝愿你傻阿如，现在阿如都结婚了，是吧？你记得很深啊，魏峰哥。谢谢老哥，谢谢老哥的亲吻。
喂，丽莎跳舞进步好大哦。丽莎是应该是应该可能是拜西和狐狸带了带她，还是进步不小啊。快把丽莎跟挂高来了，没得快把面对拜西给高了，爽了乱弄了，没得吧，爽了吧。他说是的，他说拜西和狐狸教了他，带了他。你笑什么？嗯，啊他，嗯，哈哈哈哈哈，他说狐狸教了他这个基本动作，这个扭的动作要基本动作要学会，这其他的就学起来就容易点了。把丽莎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啊，是啊，我们是把他们重点成为重点主播呀。女子王子丽莎的舞蹈非常精彩，就流畅，嗯。老哥兄弟们，来直播间有票上票，没票点点赞，不点赞坐着看看也是支持阿广，谢谢你的陪伴。是的，是的，老哥说的非常对。哎，丽莎，你这个学那个军训完了没有？还要学？先安喊，先他喊，先待了吧，很久很久了吧？不要军训了。我问他这个学军训学完了没有，结束了没有，他说结束了。怎么了？你说什么？拜西说什么？不把这当他说如果有心黑的男人，有这个花心的男人，他说丽莎这个枪已经学好了，枪法已经学好了，就不怕了，谁可以当出头鸟试一下。这拜西开玩笑啊。下次四个妹子可以全部全装制服，没有啊。然后不知道合不合规矩啊。笑什么？哦，他们在想明天穿什么衣服。其实还有一件小事，他们为直播间是付出了很多的。我就是有，我那天前天回来的路上，我就问我这拜西，我说见你平时老是买衣服啊，我说你这么多衣服你穿得了啊，经常买，我说那你这些衣服你是穿了就不要了还是怎么回事吧？他说他做直播他是这样子，他说有时候要经常换这个穿得漂亮一点，面对观众嘛，尊重观众嘛，尊重家人们大哥们嘛，经常就是说穿了就洗了一次就放在家里，算差不多是不要没要了。所以说买了也是买了好多衣服，在衣服上面也是花费了好多，花费了不少钱了。我说他其他的妹子也是这样吗？他说妹子是这样子，他说不像你们男人一年四季就这么几套衣服。他说像狐狸可能应该也是差不多是这个状况。这个外星一听到我说他的名字，他就是问我是说他什么。他我家那时候的放在了那是什么什么事了，是送我弄在香港买是卖是卖的啦，嗯。他说拜西说是的，他说他看到他的衣服他都要哭了，他说这么多的衣服。
么了？嗯。狐狸安排个才艺，狐狸。应该你啥也买了不少衣服。你啥就是送来的。来。谁的墨吧，弄的墨。来好歹来回来的。我说你买了好多衣服吗？他说是的。我说这个有多少？他张开双臂了。啊，他说妮莎也喜欢买衣服。家买衣柜了。Đôi mắt long lanh như là một cầu xin cơ như anh cũng phải điên đầu Rồi lắc sơ mi như thật đẹp trai Hai đứa yêu nhau nữa là đúng bài Em ơi ok thì tới luôn Nắm chặt tay em còn là quái buồn Dù chỉ đi o hay là LV Chỉ cần em thích em cứ mang đi Facebook em chẳng ngàn follow Anh cưa những em mới bao đầu Ngập mặt lần đầu hẹt giá lô Hot TikToker bài gà tô Chân chiến tân trường là chuyện bình thường Yêu nhau say đắm tình lãnh phương Mẹ đừng như lòng anh là bad boy Đơn giản anh như là anh cưới thôiTừ xa đằng kia đang bước vô Làm cho tim anh nhanh như tăng cầu Cầm một nhành hồng thật đẹp trắng tay Baby ơi em xinh nhất đêm nay Đôi mắt long lanh như là bồ câu Xinh cơ như anh cũng phải đứng đầu Rolex sơ mi nhìn thật đẹp trai Hai đứa yêu nhau nữa là đúng bài Em ơi ok thường tới luôn Nắm chặt tay em còn là mới buồn Dù chỉ đi o hay là LV Chỉ cần em thích em cứ mang đi Facebook em trăm ngàn follow Anh cưa những em mới bao đầu Gặp mặt lần đầu hẹt giá lô Hot TikToker bài gà tô Chân chính tình trường là chuyện bình thườngBang ke hao, ni hao.二哥阿广今天不一样，阿广牛逼。好的，谢谢，欢迎亚良哥。欢迎亚良哥，亚良哥你好。是他们每天都在进步哦。他们每天都在学习新的才艺，都在努力。圈鞋跳舞好看，嗯。You shoot me at the first time, my ankle, when my